谢谢你们一路的支持着阿强，你们到时候来到四川的时候一定要通知阿强，好吧？阿强接待你们。啊，对，空气新鲜，天然氧吧，是的，天然的氧吧。农村太贵了，是啊，这里因为还有菜地啊什么的都做的菜地啊，因为有的时候种点菜吃，是吧？是不是？现在有住的了，对，现在有住的了，去民宿度假几天，买下来，人家房东不卖，人家房东不卖，乡下1000块，是因为4间房，总的我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9间房，是9间房啊，9间房1000块，我觉得还不贵吧，因为还带院子，还有菜地，还有树，还有竹林一起的，一起住的，对。安全吧，挺安全的，这个没问题的。乡下太贵了，不贵不贵不贵，因为怎么说呢，只要跟对的人在一起，我觉得都不贵吧，还行，是不贵。九间房，而且还有很多菜地，他还种的有什么什么土豆呀、玉米啊，那些土豆玉米都是这个房东的，就一起租过来了，那些种的到时候收成也是阿全猫自己去收，对不对？买下来办民宿，面积多大？哎，我不知道，大概加院子一起啊，300个平方是有的，加院子一起300个平方是有的。在山区房子不便宜，是的，因为这边怎么说呢？好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农村，你不用到他的房子的时候，他连100块钱都不值。如果说你能用到他的房子的时候，他会坐地起价，对不对？是还是不是嘛？是不是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养条狗喂几只鸡，对，我也想的是这个，养几只鸡，养几只土鸡，是吧？一个月还是一年？一个月啊，一个月，一年哪里那么多？一年哪里才值这么一点？不算贵啊，不算贵。买个地皮，我们这边四川这个地方农村也是一样的。不能够随意的建房子了，要手续的，不能够随意的建，要手续，要批的，要批宅基地的，这边农村里面是这样子的。是养鸡的话，想出去走走就离不开了，是吗？那没关系啊，是不对？不要被套，是吧？不要被什么猪啊鸡啊这些然后走不开的这种，是吧？那没关系，到时候乡里乡气的还是可以相互帮助的嘛，是不是？小卖部都搬来，哎，这个地方不适合开小卖部啊，这里，这个地方不适合开小卖部的，是不是？阿强，你是广东人吗？阿强不是广东人，阿强是四川成都的，在广州，从10多岁都在广州，到30岁才回来的，才回来这边。我在广州待的时间很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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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长。青春都留给了广东，适合搞民宿是吧？把那3只猪要回来。哦，你们是在搞我吧？你们是在给我找事情干吧？很像广东人。我不是广东人，我是四川成都的啊。广东人。大家好。你好你好。你会说广东话？简单的会说。就是太复杂的也不会说，像广东人很黑，是不是？广东人，我背心没穿上，人字拖没有穿上。广东呢是穿人字拖和背心的，然后我钥匙也没拿，那边是这样子的，包租公包租婆，对吧？讲白话，对他们讲白话的比较多。哇，谢谢，有点烫啊，谢谢。哇，你这有点烫吧？我给拿着吧。不要，放在这里凉一下。我们搞张桌子来放在这里吧。啊，可以。是吧？搞张桌子，我们泡杯茶，聊会儿天，是不是？广东那边有很多讲白话的，也有讲客家话的。你们是讲广东？你们是讲白话还是讲客家话呀？说的很是不是很标准？对，对对对。因为怎么说呢，都不标准吧。哎，这朋友们都看不到。等等，我们家没有那么高的桌子啊。好。广东话白话是吧？白话。
我以为你们讲的是客家话。哦，对，有人讲客家话了。茂名那边的潮汕都讲客家话是吧？有客家人，对，讲白话普通话。哦，我以前在广州做过保安，我以前在广州珠江新城做过保安，那时候才多少岁？那时候十八岁，十八岁的时候做的保安，十八岁。哦，你会多少句？我不会几句啊。每一周说一句来听听嘛。哎，你别搞我啊！要不要阿强哥说一句广东话来听听呀？哥几帅们，我也想听。要不要？要的打个要。阿强哥虽然说的不包准，不标准。不包准是广西的。我被带偏了。不包准是广西的，是不是？阿强哥虽然说的不标准，但我们是能理解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毕竟阿强哥不是广东人，他是四川人，只是他在广东生活过而已，对不对？要不要？你们想要让他说句什么？不知道。要他们说要你说句广东话来听。广东话。嗯。啊，我不会说。农好。农好。要看他说的像不像，是不是？看我说的像不像啊？你记不记得我好中，下句都不用说了吧，好不好？你记不记得我好中？不要说了，是不是？他听得懂吗？阿群没听得懂吗？没听懂。阿群没听不听得懂？听不懂。你好，对，你好，三个字是不是？那不要说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有听懂刚刚阿强说了什么吗？有听懂吗？有听懂吗？没听懂。知道，你看他们都知道。你说的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你问他们我说的标不标准吗？广东话我听都听不懂。粤语是不是这样说的？广东话是不是这样说的？我们是广东人。没听懂，你看他们也说没听懂。他们好多都是广州人，广东人，他们都听得懂。阿强哥说的什么？没有，再说一遍。不要说了吧，再说一下。不要说了，懂，看他们都懂。他们都懂是吧？懂我的都是广东人，也是直播间的叔叔，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叔叔阿姨们，各个姐姐们都支持着阿强，真的非常谢谢你们，真的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。阿强哥说的标不标准呀？哥几帅们，标准吗？标准的打个准，打个对，打个对。上海的各个姐姐叔叔阿姨们也听不懂，其他地方的也听不懂，只有广东。上海上次那个开出租车的，不是教了我们一句吗？他说什么瓦塌了？没有。什么瓦塌了？上海话。他说的是什么来着？阿拉是上海，阿拉是上海人的还是？阿拉上海。我忘了他怎么说的了。阿强哥说的标不标准呀？哥就帅吗？广西人好帅。没有，我去拿张桌子来放在这里，然后。弄点小吃给阿群吃。你跟大家聊一下阿群吧。标准是不是？标准不标准？不标准的理解一下，各位帅们，不标准的理解一下，因为阿强哥他不是那个广东人，他是四川人，他是只是在。我还广东人呀、啊。你还广东人啊？哎呀，你还广东人啊？这什么意思呀？我还广东人。我还广东人，你教我说好不好，强哥？你教我说广东话，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，我可以学。不要说，待会要违规的。真的？怎么会？骗你干嘛？又不是民族。哎。又不是民族。把那个桌子放在那里。我们等下在这个地方吃饭吧。好啊。行不行？好，要天黑了，来，把那个凳子拿一下。要天黑了，天黑了，你就不回成都了吗？我不回成都了。啊。好的。我有小单间吗？没有单间。来，往旁边推一下嘛。对，啊，坐这里。啊。坐这里。我坐在这里。对啊。这里对、啊、可以吗？哎，你不喝茶吗？我不喜欢喝茶。广东那边泡一杯茶放在这里，就是广功夫茶那个盖，就是那个
一泡一泡的那个茶，一泡一泡的 一小杯的那种茶。以前我在广东只喝真的只喝啥，只喝铁观音，只喝铁观音。铁观音是什么？铁观音是什么？我是广西，我是广，我听不说，不会说，没办法，不会说。我写广西，广西，广西功夫茶，他们说功夫茶。对，功夫茶，广西，广西，广西。广东早茶哦，广东早茶真的一般很少去，很少去吃广东早茶，是不是？你们那边喝什么茶呀？你们那边喝的什么茶？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们，你们喝的是什么茶？银早茶是吧？他们喝的是雪胎菊。我现在都改喝雪胎菊了。他们喝的是雪胎菊，哥姐叔叔们，你们有没有喝过雪胎菊呀？有没有喝过雪胎菊的？龙井哇，绿茶是吧？绿茶我也爱喝啊，绿茶我也爱喝，我爱喝就是台湾的那个，台湾的那个铁观音，那个铁观音好喝。但是这个是什么茶？这个是养生的啊，这个是养生的，对女性是很好的，这个茶，实实在在的，花茶是吧？哇，那么多，那你们有没有人喜欢喝这个茶的？你们喜欢喝这个茶的？今天就在喝，他们说雪胎菊。哎，雪胎菊，他们今天就在喝，可能他们没有见过这山里面的这种茶。这个茶山里面的这种茶，你们可能没有见过，泡出来是这个样子的。哥姐叔叔们，看到没有？是一朵花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对女性好的，你讲一下对女性多好的。姐姐们哈，你们平时就是喜欢喝多喝水的，对不对？夏天到了，是不是要多喝一点水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就会身体里面就会很干燥，是不是？多喝水的，我们夏天就可以泡一杯这样子的雪胎菊去喝。雪胎菊，女生们喝了，对这个非常的好。然后。男生们也好，就是阿姨们、叔叔们也好，有这个，这是几？哥姐是帅们？三。对。我长得高不高？哎，很矮。这个哥哥姐帅们，你们可以去喝，真的非常的好。然后我们的就是那种，你们可以了解一下。那你们这样，你们喝的这种没喝过的可以去喝一下。来到这里，我请你们喝。来到这边，请你们喝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来到这边，请你们喝。好，好吗？好，好不好？哥，你是在吗？强哥，请我们喝。好，怎么卖？好的，把好飘在公屏上。好，怎么卖的？有卖的吗？想买一点，他们说想买一点，这个还有没有？给他们弄一点吧，给他们弄一点，他们都想要。我看要看他们的热情。哎，要看他们的热情。要看他们的热情。对啊，那你们要不要这样子的茶？要的打个要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们，要不要这样的茶？要的打个要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对女士是很好的。要的把要字打在公屏上，来，全屏把要字打在公屏上。那么多。你们要的，阿强哥都会满足你们的。你们要不要看？想不想看这个雪胎菊是什么样子的？你们想要的，阿强哥都会满足。想看的，我让阿曲墨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想看的打个响，想看的打个响字，想看的打个响字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想看的打个响字。一朵花，对，来吧。一朵菊花一样。阿曲墨今天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多人。买过了是吧？嗯，很多人买过喝过，好喝，哇，真优秀你们。买了还没到货吗？稍微的耐心的多等一两天好不好？在路上来。当当，这样子的菊，雪胎菊，哥姐叔叔们有没有喝过的？有没有见过的？阿曲墨这边的话呢，建议你们姐姐们去喝。就是这样子的，来。喜欢注重生活，爱品质，爱生活，爱注重保养的，把要字扣起来，把要字扣起来，懂生活，懂品质，懂保养的，要的把要字扣起来，我看有多少，来，对，要的把要字扣起来，没有见过，没有见过，你们可以带一点回去试一下，对，
怎么购买？想要雪胎菊的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把药渍飘在公屏上喝了，挺好的，是不是？真的，雪胎菊是对女性们也很好的一个东西，男生们也非常好的一个东西。这样子吧，直接二两，之前是59一两，今天直接59二两，扣了药的，把药渍扣起来，扣了药的啊，扣了药的有多少人想要啊？我看看有多少人想要的，哥姐叔叔阿姨们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平时是59一两的。是50克一两的，今天59二两，直接阿强请你们喝一两啊，直接到手二两。你怎么这么好？准备好手速，准备好网速，30单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自己去拍，自己去抢啊，可以了，今天59到手二两，可以了。来，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哈，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点击进去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白色的购物袋？点击进去，59，今天买一两，还给你们加一两，到手二两雪胎菊已经给你们上车了。二两雪胎菊已经能喝很久了，我们一次只需要泡个6、7颗、7、8粒就够了，知道吧？泡6、7粒、7、8粒就够了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的。平时夏天我们是不是都要天气热嘛？是不是都要多喝水？那我们不要去喝那个白水，我们就去喝一点雪胎菊，真的对姐姐们也好，对哥哥们也好，特别是中老年人，年纪大了有这个的，知道不？一定要去喝，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。59，说实话，二两能喝很久，也不贵。它泡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哈，一两它有很多，它是晒干了的，哥姐叔叔们是晒干了的哈。来拍了的回来打两个字，拍了直接的，今天是59二两啊。相信阿强的，直接去拍就对了。注重生活、注重品质、注重保养的人，直接拍没有错，好不好？对的，是的，特别香，草木的清香味哈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注重保养、注重养生，想要吃好一点、喝好一点的，想对自己好一点的，想对家里面的人好一点的，我们就自己去带。对的，而且现在夏天来了，天气热了，是不是就会很容易就是种什么什么属什么呀？需要清什么解什么呀？喝板蓝根呀，喝藿香正气液呀，是不是？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们这个拿回去，哎，平时早上、晚上、中午的这样子，有事没事的时候，我们带就是都要拿杯。都要喝水的，最后6单了啊！最后6单，我阿强数5个数就没有了，真的就只限于现在此时此刻，我数5个数就下了，还有6单。对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只有6单了，这6单我们自己拼手速去带，带得到的就有，带不到的就没有哈。这个是雪胎菊，然后今天给到你们的是59二两。包邮到家给你们的，而且还给你们买了运血险，买到就是赚到，让你们喝的安心，喝的放心。这是纯阳光晒干的，哥姐帅吗哈？是纯阳光晒干的，不是说什么拿什么给你们烘干呀，或者说给你们上过色、上过素的任何东西，没有上色，没有上素，哥姐帅吗？放心的去吃哈。对，有这几个三什么的可以去吃，爱美的姐姐们去吃。平常哎呀，容易那种，就是。需要喝板蓝根，夏天天气来了，对不对？天气热的时候需要喝板蓝根呀、藿香正气液呀这些的，哥姐帅们可以去吃。对，直接用开水冲泡啊。对，这个是阿强阿群茂推荐给你们的一个好东西，相信我们的，你们直接闭着眼去下单，不酸哈，哥姐帅们，这不是说什么拿什么给你们硫磺给你们熏的，怎么样子的？阿强看看骨头好没有？好的，来最后3单了啊，数5个数就下了啊，5、4。现在只有3单了，这3单你们谁去带？带得到就有，带不到就没有哈，哥姐帅们，截个图，所见即所得，你们看到是什么样子？哈，你们看到是什么样子的，收到货就是什么样子的。您拿回去不喜欢不满意，可以给我们7天之内原路返回回来，每一单都给你安排了运费险。运费险的话，你就不需要出任何一分钱，就是支持你拿回家验货的哈，哥姐帅们啊，有什么作用？有这个的可以去喝，想要对这个好的可以去喝，想要清什么解什么的，哥姐帅们啊，雪胎菊本来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夏天本来都是要喝水的，是不是啊？本来我们就是要喝水的，那这个我们泡水的时候是不是拿个几颗去泡水喝呢？是不是啊？今天雪叶今天69元一斤，你们说的优惠价，刚刚在别人的直播间看到他们卖68元一斤，以后不相信你们的话了。您看我敢把你的话念出来，我就行得正坐得端，我的东西我给你们，我这样子给你们讲，我挣你们就是每一单我挣你们不到1块钱，然后纯真纯正，保真保证。然后您觉得对不对？如果说非得要这样子去比较价格，你要去比较价格，而不是比品质。那啊，全部的话这边我也没有办法了，是不是？因为确确实也有卖的很便宜的，甚至20-30块钱一斤的人都有，
哦，所以你比的不是品质，比的是价格的话，那阿朱莫就没有办法了，因为阿朱莫给你们的是品质，而且我是没有挣钱的，没有挣钱的，给你们直接只挣个几毛钱这样子给到你们的哈。显示还是100克，对的，今天给你们的是100克。对，如懂生活、懂品质的哥姐姐们，我们去比品质、比质量，比质比了质量过后再去比价格，而不是先去比价格，再去不顾质量。你们说阿朱莫说的对不对，哥姐们？要先冲洗一下嘛，其实不需要冲洗的，但是您介意的话可以冲洗一下啊。来，数三个数，三二一，带得到的阿妹，带得到的就有。